台湾管理法照讲是对中华民国这些人民较有利，当然我们有保护着咱本土台湾人。
但是照讲，伊不应该非法走来遮，因遐个拢是难民。哦，会使讲去遮去去赶庙公呢，吼、哦。哦，咱本来是直接做庙公，啊，说因来讲，咱照伊大，都到尾也讲伊要甲咱赶出去呢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那么。住伫台湾，我著简单讲袂。住伫台湾顶悬，台湾敢若有两种人尔，足好分的。一个就是1955年9月7日，还佫住伫台湾，即个咱的士大人吼，伊陪做生团落来，即个人拢叫做本土正港的台湾人。剩的拢号做外国人吼，无论你1949年来遐中国人，迄拢难民，迄拢中国人，包括有其他国家来咱台湾做工过，即个拢都是。外国人，对不对？过来讲，若有中华民国身份证这些人，讲做台湾人，哦，这天大的错误。哦，咱虽然暂时被迫摕中华民国的这个身份证，哦，但是咱绝对不是中国人，哦。啊，所以这以上这些，哈，这点。台湾人，啊？好 ，OK， 好，迄、那个小蔡，咱个换过台湾主文题题目，哈、哦。过来，咱。台湾人的身份，咱要彻底来了解吼。直接进入吼。咱去脑听话，这今仔我讲的是讲较简短的，啊，我即马要讲较幼的吼。就是讲，咱病西部这个病源这个所在，大部分拢叫做病部族。住伫较平坦的陆地上，哦，啊，这个粉红色的这是高沙族，高沙族较无问题，因对因的认同较了解，因是本地咱遮的主人，吼、哦。那么咱平埔族嘛是啦，吼、哦，只是咱利用闽化、汉化了，拢自认为咱嘛是中国人尔，啊，这天大的误会，吼、哦。那么平埔族特征啊，就是手弯开，有标准这个是啊哈。那么平埔族是母性社会哈、哦，这个妈妈这边一定会在讲，伊是先用求安的方式，因为早会掌握财经大权哈、哦。那么伊若外口看到伊家爷。哦，比如讲较缘投，还是较高强大汉，还是较贤做工课吼、哦，有啥物技术的，伊用这个来做伊的翁，真好势。伊会当去甲招，招来做伊的翁，吼、哦。是母性社会是女性主动，佮兼去甲牵手转来，是查某的去牵查某的手转来，甲招转来做翁，是安尼哦。咱无叫是讲。咱即摆咧讲牵手是讲查甫牵查甫的手，以前母性社会吼是查甫较大吼，啊所以咱过去的误会吼，就讲认为讲日本人伊是父系社会，中国人嘛是父系社会，所以拢较有大男人主义。但是咱早期咱的平埔族拢是母系社会吼，所以。莫误会啊！吼，我就是讲，牵手是咱查甫去牵查甫的手，毋是吼。啊，因当财经大权，会使讲，你这个翁，伊甲你招转来做翁，牵转来做翁了，你若表现无好，咱这查甫在时啊出去外口做工课，伊会踮家这个查甫的物件款款来，用草球啊、杠杠的，吼，棉被杠杠，甲下到门口。这个查甫若做工会倒，看到伊的包啊物件放款伫外口，伊就知影讲他被休夫了，哦，伊就爱在面皮走，包我款的爱走啊，吼、哦，爱离开这个家庭，哦，所以母系社会，哦，算看得真开放，哦，过来，咱爸母都若咧嫁娶，无分爱坐大位。阿婆姑是啥物？就是妈妈这边的哥哥还是弟弟，拢叫做阿姑嘛，吼、哦。这个你若有这个传统的，恁这个家族绝对是平埔族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咧结婚喜宴的是亲的时阵，槟榔是一个礼品吼，交际品。
我拢爱准备这个槟榔粉来请这个亲戚朋友哈。OK， 一般爸母做个家中，大大细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，啊，查甫查某拢有，哦，拢像阮我阿妈，伊虽然食较无喙齿啊，嘛是还阁要想要食槟榔，啊，无槟榔无喙齿要怎食？用煎菇，嘿，煎个嘴，啊，咸酥煮迄个汁，是安怎？咱爸母做，哦，咱遮个住伫台湾遮原住民。拢爱食槟榔，就是因为早期台湾人口了足少，拢无啥物开发，拢树呐森林，吼、哦，拢还佫渔猎迄个时间吼、哦，台湾瘴疠之气足严重，所以爱靠食槟榔。槟榔有，因咧当湿寒，哦，北面啊，比如摄氏五度，咱遮五度跟日本东京的五度感觉无同，因遐较大。打袂袂遐感觉冷，咱这湿过冷，所以日本人讲来到奇怪，白白温度只讲五度，恁遮菜敢若白煮我遐零度尔呢？迄就是湿寒哦，湿寒。啊，你受湿寒就容易风寒，就变破变感冒，哦，啊，就有时啊又感染病，所以足侪人会死。那么所以迄当时，我发现讲若食槟榔的人，寒天食槟榔，顶多会热流汗。驱寒、驱虫的好果，所以台湾的咱这原住民发现食这个物件，会当对身体有保障，会较健康。所以大清帝国起来的人，若来台湾，真侪拢会死，就是会因无食槟榔，对本土这个瘴疠之气水土不服，佮对这个蚊虫无免疫力，所以有蚊虫家庭就。有的就要死了，啊，有的吃到东西，吃坏肚子，漏塞脱水就死了，啊，所以吃槟榔那是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，啊，所以大大小小都有在吃，啊，啊，是为了日本人来管台湾，统治台湾了，把台湾卫生各方面建设都做了足好势，这个瘴疠之气退掉了，台湾人就不一定爱吃槟榔就可以存活，啊，当然日本人啦，嘛，那个引进西方的这个医术哈，甲药品，啊，所以台湾这个瘴疠之气这毛病就较无啊。OK， 好，啊，再来，同时咱边无做妇女呐，生囡仔吼，坐月子拢一食麻油加酒，好无？啊，啊，这个哦麻油加酒，你若生囝，你有句话讲，生囝若生有鬼。就烧酒芳，好无？啊，生无过就做四地芳，好无？因为迄阵还无剖腹产的技术，迄阵你若倒头生，若卡生出来，拢差不多难产拢。妈妈死啊，囡仔死吼，啊，所以就爱用四地芳做观察，哦，做生有过烧酒芳，生无过四地芳，吼，就一个押韵的回忆。哦，较久拄仔讲过吼。是查甫去牵查甫的手，好来，啊，咱爸母做个 DNA， 咱来做一个分帖，就讲，其实过去因为台湾有瘴疠之气，啊，所以外国人要来台湾要活落来几率足少的，所以造成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 DNA 还阁真顺。啊，最近的研究就是讲，南岛语系，吼。真有可能是为咱台湾遮往南发展落去，所以去到南太平洋遐有足侪国家，因个生活习俗哦，含咱遮个白埔族，也是达悟族，因遮足类似，甚至有个语言哦，数字哦，一两三条咱袂交杂，有五六个数字音是共款个，哦，甚至伫南太平洋遐哦，美国罗尼西亚迄边。哦，发现讲咱台东出产的鱼啊，哦，伫迄边了有发现着。表示讲，迄阵就靠独木舟这个造船技术，已经有法度到了到南洋遐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有人咧讲，咱爱认祖归宗，哦，咱唔通背叛祖宗，讲爱中国遐才是咱的祖国。啊，这真大个误会哦，吼、哦。
咱若讲要照人类的这个迁徙的这个路径吼，从早就由非洲开始的，哦啊，连到是咱先非洲迄这个系统的人来到咱台湾了，往北啊为日本啊为韩国，较落来中国这个中原。安尼，因已经办咱几啊年啊，几啊万年。吼，啊，若安尼要算，咱这边是中国这边的祖邦较对的，吼。上面咧，咱讲咱是，背叛祖宗，吼。啊，若要讲上早的祖邦，就爱讲非洲迄个，吼，对不？所以咱唔好用中国的这个歹的文化、欺骗的文化来甲咱做移民教育，来误导咱对。台湾这块土地上，所以真侪人去互洗脑吼，干那拢认为祖国是中国，吼，其实咱台湾本岛，咱伫遮有发言的这个历史，报起来遮一寡，这个先民的这个一寡遗址吼，迄个真侪偏伫秀山，咱马卡道族，伫个秀山本来一定毋是秀山，爱叫做茶山，原来叫做茶山。边缘有发现兽骨种，嘛有看到迄个贝壳种，好像几啊千年以上的吼。啊，因为迄个，阮的祖先吼马卡道族，伫迄个岛生活就是讲，拢渔猎生活俩，唔免种植，足快乐的。你要食海产，落来山脚，因为海水难摕，因为迄阵高雄还无高雄市啦，无高山区啦吼。啊，这个内围遮，迄拢沼泽地。水提一捆水，一捆水内底拢有鱼啊、虾啊、蚬啊，吼、哦，你到遐掠就有啊，足方便掠，吼、哦。过来去山顶，你当设陷阱掠一挂小动物、山羌之类的吼、哦。所以早期吼、哦，这个张力之际，海基足侪外国要来遮人，吼、哦，所以因的基因无留来，变做咱台湾人的基因还阁足纯净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不单只事件我捌讲过，日本人来。烧电的，含咱的牡丹社的南台湾族烧电，死的无超过五十个，但是伫遐驻军，伫遐咧焦灼状况对抗的状况下，伫遐两个月死了500-600个，哦，所以破病死的算点到比战死较济，哦，因为因来遮无适应遮水土，哦，袂堪住遮张力之气，也是蠓虫电，就着登革热啊，哈。啊！早期你看，1905年日本来管台湾十年了，开始做户口的总普查，做人口的普查吼。迄阵的本岛人就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就297万，差不多300万人。日本人迄阵派来遮差不多59000几，等于10万人要来管台湾吼，因为军功够真嘛。迄阵外国人有8223人，这个外国人内底。98%拢是台青的人，吼、哦，所以占98%。啊，你甲想，你甲当作讲，卖讲8000几啊，拢甲当作中国人，啊，佮用整数10000人好啊。台青的人差不多10000人，咱本岛人有300万，吼、哦，差不多1:300。安尼，因的基因会留偌济伫台湾，归只嘛会当看出来。所以，今仔外国人的 DNA 占台湾原住民吼，无论北部还是高山，未超过10%。哎，就是讲，因来大部分拢带袂了吼，因为因遐来吼，那战败的人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保存了咱台湾原住民较纯的血统。所以咱需要较纯正啊。这中国迄是好，这五族乱啊，啥物？闽古族的啥物族的吼，拢伫中国安建来建去。若要讲杂种，因迄边较杂，咱也搁算较顺的吼。因为咧，即战败国，你看荷兰，迄个郑成功拍败荷兰人2000多人爱走，荷兰正四王朝25000名，迄个大清帝国拍败嘛是爱走，拢规个迁徙等于大清帝国，吼，包括骨头拢乌乌断。那么大清又日本打败，大清这些主民下关掉，花两年的时间去，你若无要带只变卖所有的家产，等于恁大清吼、哦，
所以台青嘛无留偌济人落来吼。来，过来大日本帝国，伊予美国打败。1945年10月2号了，中国兵来，开始遣送。迄阵1945年诶时，日本派来遮个军公教人员甲眷属，就差不多30万人。即30万人，拢总有遣送等于从迄个日本诶本土。所以你甲看，即个国家有另外伫台湾统治，到尾啊，因诶人拢爱离开台湾。所以咱台湾人诶血统是比中国迄边加足顺诶，吼。所以咱85%以上是咱家己原住民的血统，吼，对，好。这有讲过，就是讲，中国人惊咱的，知影咱家己的身世，咱日本人是足实在，甲你户口簿啥，你是对一族的，拢甲你登录足清楚。即摆换中国国民党来，就开始甲你拢来做，互你唔知影，吼。迄阵。上简单的分就是讲，如说诶，甲你写身份，吼，啊，咱平地平埔族诶，甲你叫做身份，甲你分青甲色个对吧？吼，啊，那像我这拢行甲超伟大，这差不多，五分对了。其实大部分咱85%，吼，血统内底拢有85%诶，平埔族还是高山族诶基因，所以。你唔好笑人反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拢都是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这反是外国人甲咱政府的啦。啊，欢迎大家做来做反，吼、哦，免见笑。咱的血统也阁足纯正的，吼、哦，咱比人纯足侪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伫外国人，吼、哦，来以中国人的血统，吼、哦，因的想法，因的看。外国拢叫做藩啦，所以台清咧管台湾，吼，迄阵早期荷兰有引进足侪新的物种入来，头前拢加一条藩，吼，藩麦啊，藩石榴，藩阿姜，吼，就是辣椒，番茄，吼，番薯，啊不是，番荔枝，吼，啊番阿惠，吼，拢种番，啊，即拢外国来。啊，我那油嘛是对，吼，对，啊，所以你甲看，那外来拢叫做番，啊，咱甲想，啊，咱是本土的呢，咱拢住伫遮，啊，因哪会咧甲咱叫番？颠倒是1949年，蒋介石为中国撤退来台湾，因是外来政权呐，因爱叫做番唔敢叫，对不对？因外来嘛，啊，咱是在地啊。以前过来讲，咱以前常咧讲老兵或者老乌啊，啊，咱或者韩子啊囝，韩子啊，啊，其实这讲嘛讲了唔对，咱台湾人真正乌啊韩子分袂清的吼。老实讲，乌啊是咱本土的，韩子是外来的嘛，所以因外来遐老乌啊，老因遐老兵爱甲叫做老韩子啊，老韩子啊。啊，若要甲讲亲事，爱牵尾牵子啊！啊，所以咱平平啊，咱咧互相称呼，咱莫牵尾嘛。啊，比如有个人讲，啊，迄客家两个啊牵尾，啊，迄客人啊，啊，迄平埔族，啊，迄平埔啊，你若牵尾，迄拢有亲事的意思。吼、哦，就敢若讲，那车，车就较大只；，啊，那较大车，啊，就较细只。我迄有。有迄个亲子的味道吼、哦，你有人咧讲，咱咧讲大卡车吼，咱讲拖拉机，这日本音嘛，有人咧讲拖拉机啊，都讲拖拉机做啊只车吼、哦，所以台湾咱家己爱先认识咱本身家己，咱的身份地位是安怎吼，咱的血统是安怎，过来。日本时代，台湾人的户籍成本啊，登记做福啊是广，这不是福建人，福不是福建人哦，广嘛不是广东人哦。那福是讲你已经袂记你的主语，无论你做作的，你已经袂晓讲啊，但是你会晓讲普通话哦，迄个闽南话，
伊就甲你写一个福。啊，其实唔是讲你就是福建人哦，吼，你中国福建哦，唔是，吼。啊，你若讲客家话，就甲你写广，迄是因为你袂记你本身的族语，干那剩下要讲客家话，安尼伊甲你写广，无代表讲你就是大清帝国的人，中国人，唔是哦，吼。你甲想，如果中国人1945年吼，咱若要战败，中国兵无来，咱到即马，咱大家即马日语拢写只着，日语变作咱的日常用语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因读日本册，吼，因遐同学来上侪，大家拢嘛讲日语，吼。啊，你看一代一代了，自然咱家己原地咧讲的语言就拢都会放掉去，吼。咱就去哦。哦，迄、那个皇民化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可惜，就讲台湾就是拢一直是外来政权咧甲咱统治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拄仔讲是失去自己族语的平埔族人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摆爱关心关心找根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安怎台湾袂当举行统独公投？即台湾人大概有讲着，因为台湾人顶悬带有两种无同国籍的人，吼、哦，一个是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咱是大日本帝国，咱潜在大日本帝国国籍。另外一个就是中华民国人民，迄中国人，吼、哦。所以无同国的人住伫遮，哪会使做个公道？所以美国会叫咱要发台湾政府身份证，所以台湾人甲中国切落清楚。以后因中国人民无资格。参加选举投票吼，所以若以后公投，伊嘛无资格公投吼。以后咱台湾人家己来做决定吼。大日本帝国台湾人兼中国人吼，即嘛无共步的两个国家吼。过来，台湾本岛嘛毋是无主的土地，因为咱我有讲过，台湾还有两个头家，一个所有权证的人叫做日本天皇，一个是债权人与美国。你若要独立公投啊，吼，你要甲台湾分，你要统还是要独？你爱先甲债权人这边的债务，咱你爱先清楚，你唔靠权利讲要统还是要独，还是要含对一个国家合并做邦联还是联邦？哦，这爱讲好清楚，咱爱照法律行，唔是照感情。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吼 ，OK。因为咱了个是日属美战嘛，吼。啊，这个我昨下大概我若讲过吼，一般的台湾人伊有嫁做中国人，所以真危险。所以美国听到阿扁也要统独公投，美国就欢乐，出面来挡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仔先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，各位好，再见。阿哥，特困少金。